准备考试。临沂大学听力考试，祝同学们取得好的成绩。现在是听力考试准备时间，请大家打调节旋钮，找准收听效果，大小自己控制。收听考试内容时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、调整好音量，在乱动调节旋钮。好，现在是内容的段与段之间、提号与提号之间，平均留出了几秒至几十秒的思考间隔。该间隔内无内容播出，请静静等候，不要关机，不要乱调。三、听到听力考试结束的语音，方可最后关机。听力试音时间，下面准备考试。73.1兆赫。听力考试收听提示，同学们，现在是听力考试准备时间，请大家打开耳机，仔细调节耳机的调节效果的最佳位置，音量大小。收听考试内容时，要注意。同学们，你们好。现在是大连东莞信息学院外语考试，留出了几秒至几十秒的思考间隔。该间隔内无内容播出。同学们，调整好等候，做好准备。祝同学们好的成绩。考试结束了。现在是大连东莞外语考试。大连听力考试。